这是一个已经一个多月的支架，留底是卸除，本甲是有点上翘的，所以建构就很重要了。薄涂一层混合凝胶，然后取适量滴在最高点，用小笔拉动胶体，均匀地铺满整个甲面，然后倒置甲面，让胶流回最高点，注意不要留甲沟哟。检查完细节就照灯，没看懂再来一次。还是先薄涂一层，取胶的量不要太多，因为这款胶流动性很好，会很快流平甲面。边缘用小笔更能注意细节。为什么要倒置呢？因为我们建构出一个横切面为三角形的结构，支架不仅更稳定持久，还能视觉饱满，卸甲也能不伤客人本甲哟。